林明真、佑儿与宇宙人在演唱会后台相见欢。相信音乐提供记者杨新汉台北报道，宇宙人先前与日本乐团 Awesome City Club 合作，得知该团男主唱对女神林明真情有独钟，这次趁着参加杂志演唱会，把握机会与林明真碰面 say hi， 更顺势提出邀请，希望林明真有机会能去看他们11月17日在 Legacy 的加场演唱会。Taipei Walker 演唱会，林明真。记者胡顺祥社，刚推出全新创作专辑《右脑 Right Now》的宇宙人，昨晚担任演唱会的开场嘉宾，嗨唱那你呢？你以为和现在就让我走，引爆全场高潮。林明真则专程从香港赶回台湾，为了要以火辣造型登台，更亲自动手改造潮牌 T 恤，露出性感纤腰，率领舞者嗨跳 T O U。 他最近忙着工作不停歇，下周终于有时间能够放假，将回马来西亚休息一个礼拜。